配合防疫，共同团结，守护家园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三，因此，修持大乘道者，修身应当为着相续中升起两种菩提心而精进。中间应该不断思想熟中一生的两种菩提心得到成就，最终限量后的究竟发心以色心高位。四，虽然能相续中升起两种菩提心有真济方法，总共归纳有三大根本方便甲九种分支。五，三根本者乃修心、执着、寻求禅定。三根本各有三种分支，共为九种分支。一，修心虽然有真济种，可归纳伫个观修无常、观修慈悲、观修两种无我等三者中。二，执着冒真济分类，但可归纳为共用上师、共用三宝、共用精进三者。
三，寻求禅定，同款有真济方法。然，规律嘛不出严守清净戒律，记得传承上师，身心依止静处三大要点。在寻求直指圣观顶持的方便中，此三项乃最为重要。六，如是归纳为九种根基而修持，即相续中两种菩提心油然而生。一，圣意菩提心升起的时阵，正悟内外一切法，空性、无性、离系。此时自心会当得到极大安慰。即世俗菩提心升起的时阵，对无如是正悟一切有情产生特殊的悲心，此时唯一利益众生，而绝对无做损害众生的代志。三，被两种菩提心相闻之时，对自有情升起极大大悲心。在升起悲心的当下，也无看到我甲众生之相，犹如幻化的显现。正悟其本体乃空性，正悟现空相闻之时，即行入无有颠倒的大圣道。
七，修习此义，得到究竟之时，即可令闻获得发心摄心。圣义菩提心，空性中获得发心；世俗菩提心，大悲心中获得摄心。修持二者，无离无分别，即可获得发心，以摄心无别各位。三大弟子，请教众尊吧。如果要圆满自他利益，是境界重要呢，也是行为重要呢？众尊巴回答：一个修行者走入大圣道了后，要圆满自他利益，必须爱清净的境界，甲清净的行为，利者相运。如果分离啊，就袂当。问：什么是清净的境界和行为呢？众尊巴回答：一，所谓清净的境界，就是在圣义地当中，一切法无所生立，故正悟理有无相断，定一切便是戏论。在世俗地当中，了知内外一切法皆如梦如幻，并证悟必定皆由自性所现，对任何法嘛不专注，此着不随行任何法。